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开幕大戏，闽华人总团妈祖全体演员谢幕。特别为各位介绍艺术总监陈胜福总团长，编剧导演陈胜国老师，制作人陈昭贤，执行导演陈子豪，舞戏指导彭伟群老师，驻团舞戏教练马学文老师，闽华人总团服装统筹杨宏豪，乐团指挥庄嘉玉老师，司鼓舞场领导陈少宏老师。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本次的协力团队，安平开台天后宫少角队。安平开台天后宫神将队，全台西来安集社堂家将团，台北市立大学武术队，高中表演艺术科舞蹈科的同学们，让我们邀请台湾传统戏剧无敌小生孙翠凤老师为我们致感谢词。各位，今仔日我是妈祖娘娘，所以讲话要真庄严，大家要注意听。各位台南的乡亲，各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啊，恁大家会当光临现场，实在甲恁真多谢。大家看得出来，闽华人戏剧总团，我们用心制作演出安平灯区开幕大戏《妈祖》，有佮意无？一定要讲有，若讲无，就要去安平妈祖庙，搁去拜拜知无？因为这场戏是几落百人，大家的心血，希望会当予大家看到咱最信仰的天上圣庙这个故事。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报告，闽华园伫个1929年伫台南市成立，甲今仔日拄好95年，将近要100年了。阮将台湾本土的歌戏推广、传承，甚至带上国际舞台，国家若辛苦、较若困难，我们都不曾放弃，要传承台湾的歌戏。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的邀请，阮照这个荣幸，倒转来闽华园创立的地点。台南为安平地区打开序幕，所以闽华园这一摆总团不计成本来收听台南490年的大事，以及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开幕的演出哦。我们动员比《超炫白蛇传》搁较侪人来参加。今仔日这场开幕大戏，不只是台南建城400年，台湾灯会的大事，文化界的大事，也是宗教界的大事。今仔日在场有台湾寿庙天坛，还有咱本境安平开台后宫，台南下营上帝庙，各庙的诸位拢坐伫台下伫咧看戏。
也還有要感謝財團法人台灣壽廟天壇、金城商業銀行、安平開台天后宮、宏林工業、穩茂半導體、安永全球事業，也還有財團法人嘉尼特教育基金會團長。你為什麼要媽祖娘娘念這麼多話呢？這麼多，但是都是很好很善良的企業家，所以一定要念，對不對？我知道，所以媽祖娘娘會繼續念下去。還有德興紙業以及在場所有我們藝文贊助席的觀眾們，因為你們的贊助才促成這一場世紀的演出。這幾天非常感謝台南市的葉副市長，葉副市長真辛苦，代表市長送很多很好吃台南的特色小點心，還有一張總彩排跟真晚，我們還可以吃到他送來熱騰騰的包子，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謝這幾天有我們盧坤福議員、台南市政府民政局的江局長他們贊助的便當，便當真好吃的便當，還有趙坤元我家議員送來真好喝的冰的燒的咖啡，咖啡還有我們的台南友團秀琴歌劇團少團主心儀當家小旦米雪送來點心，還有咖啡，多謝各位為了這個活動大家付出辛苦很多，所以台南市市政府各局處的工作人員、警察、志工朋友們，最後我們所有的演員幕前幕后，我们都要深深的跟你们三鞠躬。但是各位，妈祖娘娘要甲您讲，搁再无一礼拜，咱就要过年咯。有欢喜无？爱欢喜，心情欢喜，祝福今仔日来看戏的观众朋友，拢会当得到妈祖娘娘的保庇，予你新的一年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所以今嘛全体演员要甲恁拜一个早年，来，请站好，我们一起讲一句话，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可以吗？可以，好，我画一、二、三，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健康平安。在玩公瑾变好命啊，多谢大家深深三鞠躬。再一次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莅临安平欣赏2024台湾灯会开幕大戏妈祖的演出。好，各位乡亲，今天的演出可以说现场人山人海，那另外跟所有协演的单位大家都很打拼，但是有一句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虽然在台上演很辛苦，但是主办单位因出钱出力用心来完成这个节目，各位我们掌声加尖叫来感谢台南市政府各局处以及咱所有赞助单位，一二三，呜！